经典港片《古惑仔》当年是红极一时，剧中红星的郑伊健、陈小春、谢天华、钱嘉乐以及林晓峰来到台湾，为了12号除夕特别节目表演。而今天下午呢，开记者会跟大家见面，五个人呢难得同台，当然成为焦点。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温庭轩。现在主播现场呢，可以看见好久不见的红星帮郑伊健、陈小春、谢天华、钱嘉乐以及林晓峰来到现场。五兄弟啊，长相好默契，穿着一身黑，帅气来到现场。这回呢，五个人来到台湾是为了除夕特别节目表演。现场呢，主办单位还很贴心的准备了臭豆腐、凉面、鸭舌等美食，让他们感受到台湾道地的美味。五个人现场甚至吃了起来，直呼太赞了。很好吃。因为经典港片《古惑仔》红极一时，成了许多人的回忆。五个人去年才在香港办完一场演唱会，这回再次合体来到台湾同台表演，要和粉丝们一起过年。难得一见五个人同台，让大家都很期待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形，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